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明轩，我是雅阳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玩我们自己很爱的心灵画家，耶！但这次呢，稍微不一样，我们不要再帮彼此出题了，我们要比赛。好，这次有，这次有一个赌注的，是有惩罚的，好可怕，我绝对不要输。所以我们请到 Clare， 他要来帮我们讲。好可怕，他要负责出题，超级不会画。你不用画，你说就好了。就是不会形容的人，没关系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有聪明的小脑袋，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里。好，我要先来抽第一题。来，我如果从透过来看到怎么办？你看到了是不是？没有。好，第一题是这个梯形，然后宽的那一面朝左边。BTS 的 logo。欸，我可以提示，我可以看你们的，然后提示吗？不行，先不要，你不要看我们，我们就自己画自己的，你也不可以看我的。我也不能看你，谁要看你啊？然后在短的那个线后面画一个长方形，跟那个宽的线一样大。那一条线一样宽。喇叭？不是。电灯、音响、摄影机？不是，在那个长方形的右下。右下画一个长方形。长在哪？往哪里的长方形？往下，往下的长方形。往下的长方形，那个长方形可以长一点。桌灯、台灯、摄影机啊，红绿灯不是，路灯。你画的这个完全不对，它的比较像。红绿灯不可以跟他讲，那你看他怎么画，那你也猜不出来。你偷看我的喇叭啊？广播器、扩音器，对，我先的。大成功了，大成功。因为你剪到头发了。我觉得这一局呢，练习赛，让可乐尝试一下怎么样出题。不要再偷看我的了哦，可乐叫我看的，你不能看我们画怎样。你就算看了，你也不能有指示啊。对，好，你好，第二题，你们要画一个椭圆形，然后是上下的那种椭圆形，上面有很多不规则的线。光头麦克风是在那个圈里面的，然后有一些可能会超出圈。光头啊，男人不是只有在上面。芒果啊，有一个这个东西。奇异果。然后在那个椭圆形的下方画一个跟椭圆形差不多宽的长方形，比较窄的那种。麦克风啊，麦克风吗？然后在梳子不是牙刷，仙人掌。对，被你偷看他。你看我的，然后说啊，我自己画出来，我看不懂。那是谁？我跟你讲，我的肉肉是长这样。不要画中指出来，还有一根中指，这是食指。我这样算得一分吗？算得一分，可是你错。对啊，一分啊。对不起，我那个左边眼睛封印。左边眼睛，那我也要封印。哇，这个超级难。我要封印我的右边。Oh my god。我们现在看起来超中二哎，煞气，你要那种煞气。我这样，来，然后坐远一点。好，这个东西先画一个比较宽的长方形，那个长方形里面画两个正方形。偷屁，猪鼻孔。那两个正方形要比较宽，然后几乎快要抵到那个长方形的边边，然后那两个正方形也离得很近。还要在那个长方形上面再画一个一样大的长方形，其中一个正方里面的正方形，其中一个会有一个没有锐角的那种正方形。好，然后在上面那个长方形里面再画一个跟它差不多大的长方形。自动贩卖机、夹娃娃机、Game Boy、收音机、录音机、NDS， 这长得像吗？要不要再先不要擦掉，然后在旁边画一个圆形的。然后在它上面再画一个圆，这两个是同样的东西，但是会有不一样的样貌。哈，这是日常生活用品吗？对啊，日常生活用品。这样，这样。对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？然后那两个圈里面也可以再画两个圈。八婆。不是。隐形眼镜盒。接近，不是。它还有方形的，还有方形的。眼影盘。不是。腮红。粉底液。粉饼。对。粉饼。我的粉饼长这样，我的粉饼啊，耶！下一个，先画一个
三角形，然后要宽的那一条、啊、下面要画长方形。房子长的是直的那种长方形。铅笔，然后火箭炮。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想要火箭吗？因为呢 ，Capsule Face 的哇哇直接自入一波，因为 Capsule Face 的代表标志就是火箭。2020，2月22号，见不上，票要买起来了。来下一题，你这个人还在画乌鸦，不要理他。我先画一个锐角三角形，那啥，我忘了，还规则，还规则，记得。锐角我忘了，横着那一条线下面画一个圆。锐角三角形横的那条，生日快乐！上面的那个角也画一个圆，小圆。下面那个圆形，左右各有一个圆，小圆形，涂黑的圆形。里面还外面？里面。雪人不是，圣诞小精灵。然后那个圆形，好可爱啊、哦！哇，好可爱哦！不是，这两个填满的圆形，那个大的那个圆形下半部又有一个倒三角形。圆形的下半部。圆形里面有里面的下半部到外面，啊，那个好难哦，那个倒三角形，对，要超越那个圆形。鸟、鸽子，然后没有要填满，就是一般的三角形。鸽子，好像鸽子。鸟，超像鸟的啦。然后中间那两个填满的圆形的中间再画一条线。妹妹，这样有像了、哦，有一点。屁呀、啊！没有像吗？没有像吗？毛毛球，我们画的好像。下半部来，圆形的下面画一个长方形，把那三角形放在里面，然后左右画一个45度角的。好可爱哟、哦，雪人，圣诞老公公。对，这就是圣诞老公公。圣诞老公公啊！圣诞老公公为什么逼亮出另一个东西？画一个长方形，直的上下的，然后下面画一个梯形，短边在上面。充气筒、裙子、小洋装、那个偷马桶的。那个、梯形的上下的宽度比较长。啊，本梯，不是吧？笨斗。上面的那个长方形比较瘦一点。上箱，上面的长方形比较瘦，大概只有下面梯形宽度的一半。但是在梯形的中间，墓碑拖把没到，然后梯形下长边的那个下面画一个半圆形，长边下面画一个手电灯，那个半圆形的比较小，手电筒不是没了，它本体就长这样了。好，要不然要再重画一次，画别的，还有一个视窗，铃铛，对，你为什么可以想得到是铃铛？铃铛，圣诞老人都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圣诞树哦。下一题，圣诞树。下一题，推胶。两个比较扁的椭圆形，他们没有，他们要距离远一点。然后 ，New bra。然后在椭圆形的右边下面连接的椭圆形，然后画一个长方形，细的那种。不是耳机吧 ？AirPods。对。AirPods， 各位。下一题。画一个没有脚的长方形，就是它的脚都是椭圆，它脚又是圆弧的。好了，好了，是太快。好，然后手机壳，然后在那个长方形的1/2处画一个45度角的长方形，在外面哦，在外面。然后在那个45度角的长方形画一个反方向的长方形，这两个长方形会呈现一个 V 字形。然后他们连接的点都是最刚开始画的那个长方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下去，好难。是它的长方形是很细的那种长方形。加油站，行李箱，肌肉男。为什么是肌肉男？穿衣忍者。不是，好在那个细的长方形后面画一条线，哎，是平常在用的。这是平常在用的。对。镜子，卷电卷棒，这什么东西啦？电卷棒。先画一个左右的长方形，窄的长方形，然后在下面那一条线画一个直的长方形，跟那个一样宽，跟上面的铁锤是一样宽，
一样宽。花盆。然后在下面的长方形中间画一个圆。那是什么？不是。然后再画在那个圆的上半部画一条横的线。隐形眼镜盒。不是。然后那条线再画一条垂直的线，然后会超出那个圆形。啊，这个吗？对啊，对对对。对，你跟我说对。对。滑鼠跟滑鼠垫。不是。听过。通灵吗？苹果。这个跟这个差别就多一条线哎。这是一形态跟二形态，什么东西会在外包装放上苹果的图案？苹果西藏。还有扁的。苹果面包。苹果汁。放弃。快到了。苹果牛奶。苹果派。苹果醋。苹果饼干。苹果酒。苹果优酪乳。苹果酒。苹果优酪乳。果酱。最后一题了吗？可以，最后一题啊。最后一题四分嘛，好不好？先画一个圆柱体，像它的下面画一个比较扁的圆柱体，然后在中间那个圆柱体的两边画半个椭圆，然后马克杯？不是，马克杯为什么会两？神灯。那个半个椭圆比较长一点，然后在中间那个长方形中间再画一个圆形，画两到三个圆形，同心圆。上面魔人啾啾圆柱体上面再画一个半圆形，哎，你画的蛮像的。我画的蛮像的，你什么东西？啊，这样要有 feel 吗？没有 feel 吗？我看他的我也看不懂哎。那个消防栓，哎对，有吧有 feel 吧？消防栓就长这样。刚刚说几分？一二三四。消防栓，你的那个椭圆形就长错地方。我心好累哦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心灵画家总共出了几题啊？八题左右。然后我们的分数呢？两分。九分。好棒。你好棒哦。好，因为看不懂的才叫艺术。我们今天呢，输了的话呢会有处罚，然后处罚呢你就要看我们另外一支影片。所以呢，如果想知道惩罚内容是什么的话，就要来看我们下一支影片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一个喜欢，且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有什么想说的话或需要我们做的事情，都在底下留言栏告诉我们。绝对不要忘记发我们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